想我了吗？想。嗯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快快快！我就是想让你休息一下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天天写文稿。你不也是一样，天天写文到天亮啊？能一样吗？你爸不是说，结婚前三天不许我们见面吗？那我走了。重死了，不急啊。我真的有件很重要事问你啊。什么事儿？你那个伴郎的事到底怎么样了？看我，看我，阿姨不催你，天天催我。快点说，你除了谢欣还能找谁？嗯。哎你。哎呦，好困啊。真找不到啊？我就知道，哎，这种时候。还是得靠我这种交友广阔的人出马，找谁呢？哎，蔡阿斯，蔡总，嗯，找我干嘛？我是赵凡忠。我看见了，好啊。答应的这么快，你很闲啊？找我当伴郎，你没朋友？我没朋友也好过你没女朋友。那是因为我的感情线比蜘蛛网还复杂，我得慢慢捋。好，那就先谢谢你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又干嘛？睡觉。要是你自己睡，我不去了。我爸找我。不管。